欢了一个女孩，她举止温柔而对眼大大，我约她烛光晚餐就在下个礼拜，她说 OK， 感觉好似征服了全个世界。我 book 了间餐厅，坐窗边风景浪漫，爱情故事的开始就靠这一晚。然后突然听见话要禁糖食晚餐，我望住个新闻失控地喊，点解我打咗针都冇得出去食夜晚，有冇得睇 show， 仲有乜嘢可以拣？打算约佢去海边，那个饭盒就两份夹，然后话为了你咩都可以习惯。从那一晚